国际饭店接阔，时尚美赚大值。今天芷安带大家来到紧邻内湖科学园区，它地理位置以及环境条件都十分具有潜力的台北市大直。原本新义计划区的商业模式已浓厚，但当 W Hotel 以及韩式爱美酒店进驻时，就已改变了原本商业生活模式，进而多增添了一种成功人士群聚的交际生活。而大直优秀的地段条件以及人文艺术的氛围，再加上充满绿意的街廓规划，更吸引了国际级万豪酒店以及美孚饭店等业者的入住。现在乐群二路俨然已成为国际饭店的街廓，不仅连饭店以及精品业者都看好大直的未来，纷纷布局抢进，大直已成为士绅名流的首选了。而同样位于大直的怡华国际大楼成交单价更写下仅次于地堡的实价记录，似乎宣告着新大直时代的来临，也显示了大直确实有后市看涨的潜力。大直峰会位于拥有超美路树的乐群二路上，临近不仅有捷运剑南站，连距离松山机场也只要十分钟而已。走在街道上，很难不被大直峰会特殊的流线外观所吸引。每个时代都要有属于当代的建筑，而这是一座运用当代数位科技，并以玻璃帷幕搭配金属板的绿动建筑，让阳光跟空气在建筑中大量流动着。许多先进国家当中都会利用数位科技来打造地标建筑，这已是国际建筑大师们共同的趋势。令人惊叹的外观更显得建筑业的进步。然而大直峰会追求不凡与精致的水准，甚至愿意用更好的来与国际世界同步接轨。大直除了环境经过完善的规划外，生活机能可以说是相当的便利，而且周边高级的美食餐厅也都可以说是北市的美食天堂。你可以享用到米其林名厨江正成的肉餐厅，还有米其林三星的祥云龙吟，以及大名鼎鼎的教父牛排 Osteria by NG 意大利餐厅，以及米其林级的法式面包店 Lalos， 还有名水三景以及随意鸟地方等，轻松品尝这些高级美味的飨宴。大直不仅充满了人文气息，更是异郎的集散地，其地调奢华宁静却不失生活的乐趣。假日不妨来一趟大直，享受这奢华感受吧。